有啲嘢唔使经历时间嘅考验就可以影响深远。Boy Chan 呢个袋就系咁啦。喺2011年秋冬时装系列上面，佢首度登场，距离至今只系六年，就已经同经典款 2.55、11.12 并列 Chanel 三大热卖袋。Boy Chanel 系品牌创意总监 Karl Lagerfeld 由斜孭喺肩上嘅狩猎子弹袋吸取灵感设计，用咗长方形翻盖包型设计，搭埋极有立体感嘅锁扣，唔同于 2.55 同埋 11.12 以细金属链同埋皮穿链带打造优雅秀气。Boy Chanel 由圆形大环节构成嘅复古金属链，凸显出喷极个性，有 20cm、25cm 同埋 28cm 等三种尺寸。袋名嚟自品牌创办人 Gabrielle Chanel 好中意嘅男孩风穿搭风格。Karl Lagerfeld 就话 ：Chanel 女士深受一生挚爱嘅卡培男孩影响，借鉴咗佢嘅着衫风格，所以我就将呢一款袋改名为 Boy Chanel 啦。Boy Chanel 嘅制作流程分为三大步骤：框架周围先以包覆皮革嘅三个立体固件，再以两条笔直嘅明针缝线，赋予 Boy Chanel 由子弹袋吸取灵感嘅几何感造型。经加固嘅框架覆盖钻石菱格纹或者山形纹皮革或者角色嘅面料，将框架同埋盖面经层压工艺接合定位，再沿住框架外延至第三道缝线固定，框架同皮面合二为一，完成袋嘅主体。反面缝合袋嘅内衬，再运用锁针压线，工匠用锤仔将两者嘅接合处边缘敲打至平整，框架外缘就压上第四道缝线，缝合主体同埋内衬，最后装埋个锁扣、环圈同埋链带 ，Boy Chanel 嘅个性就出晒嚟啦。苹果优惠，开蓝牙定位，附近惊喜优惠随即到手。